为了欢迎这些远道来的朋友，所以现在在此一一介绍。首先，我们介绍台大仅次于男友会的第二大校友会——剑道正妹，除了靠北什么都不会的剑北会。紧接着是中油为您加油，请为台湾加油的中油会。最后，这个校友会来自相当远的地方，因为游览车坐得太久，熊熊鬼胆趴会的熊友会。难得今天各大校友会都在场，我们想请各位观众帮我们一个忙。一个忙，现在请各位观众把你们的眼睛闭上，闭上你的眼睛，闭上你的眼睛。哎，后面那位小胖就是你，眼睛不要偷张开，拜托，这很严肃。是的，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去年的会长选举，我们在校服摆了一个票柜，共同摆了三个票柜，为了服务小朋友们，我们在民传国小摆了七个票柜，为了服务广大的抗议民众，我们在凯达格兰夜市摆了八个票柜。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么多的票柜有没有坐票的可能？今天大家都是以很沉痛的心情来看待这件事情，因此今年我们发起了距离男友会会长选票运动。您说这样好不好？是，我们要说，这是一场不公平的选举。你说这样对不对？我们两位再次提出强烈要求，立即查封所有票柜，重新验票，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喊：当选无效，重新验票。当选无效，重新验票。相信我们坐票会长刘会长已经听到我们人民的声音。是的，在抗议的进行过后，我们应该想一想，其实这样的抗议已经没有用，因为坐票刘会长的任期就要届满了。因此，让我们用理性、理性、冷静、冷静来看待坐票刘会长不为人知、不为人知、感人肺腑、感人肺腑的另一面。好，那
来他每天都在这里吃，还会点一杯咖啡和两片松饼。6:30了耶，今天的社课很重要，不可以迟到了。哦，那你先去啊，不要管我，我在上厕所哦。那你要记得来哦。好了好了，烦死了。先生，你想要点些什么？一杯咖啡和两片松饼。这样就够了吗？多来一个，不用。现在你的咖啡准备好了，请慢用。请问你这边有人坐吗？没有。哦，谢谢。170公分，体重160公斤。
但我自己觉得我比较像汤姆克鲁斯。我觉得可以在六点半时一起吃饭。我觉得你很漂亮，也很有气质，希望能和你做朋友。你喜欢青椒吗？我最喜欢他了。Diamond ring is brass. Papa gonna buy you a looking glass. And if that looking glass will ring, Papa gonna buy you a chocolate cake. Let's make it. Chocolate cake you eat, Papa gonna buy you a puppy sweet. And if that puppy, puppy won't bark, Papa's gonna buy you a horse and cart. And if that horse and cart break down, Papa's gonna buy you a big toy clown. Hush, little baby, don't you cry. Mama's gonna sing you a lullaby.哎呀，你们人都走了，那我就怎么跑了？哎，不见了，我的信呢？哎，不见了怎么办？啊哈哈哈哈！算了算了，自己写好。文才并茂，太佩服我自己。哎，有一封卡片呢。给只爱一杯咖啡。
两片松饼的女孩。好、哦，苏小倩有情书。哎呦，讨厌，你不要乱讲啦！怎么可能有人会写卡片？故意的。
没关系，我不在乎。为了不要错失任何机会，仍然天天准时在咖啡厅吃饭，并期待着小倩的回应。Perfect， 只有他，还想
点些什么？你给我闭嘴！我什么都不要，我要你的店。太远了。凭我是健美会会长，虽然我们倒了，不过全校有一半是我们的人。我吃定你了！哎，诚如刚刚华哥所言，你是向杰，马上把小波机器交过来。我们华哥为了送女朋友生日礼物，不惜高价买他们的定情之地，这是何等光荣的事情！好累。你，我们英明神武的华哥。想阻止我们，那就找来台大第一小游会会长。哎，你是讲完美啊，死给老板！给我听好，限你一个礼拜之内交出地契。小弟，翻桌。变，大叔，相信我，
我一定会当上南海会会长。长。大叔，我办到了，你以后可以进去只卖一杯咖啡和两片松饼了。真的吗？真是太感谢你了。小倩，我做了这么大的努力，就是为了能够再见你一面。你在哪里呢？
人。这不是真的吧？他要离开了，那我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啦？好端端的怎么哭了起来？他要走了吗？他是谁？还有谁会来我们店？你自己看吧。哦，是他耶。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没有。一定会再回来的啦。为什么？就当他是无人呐。一杯咖啡，两片松饼。老板为了请顾客能够继续下去，对每位来到的客人都叙述一遍。终于，缘分悄悄地出现。我知道。
做的一切我都知道，只是怕你会以为我是因为追不到他才会喜欢你，所以呈现给今晚的大家。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一句话，成功的男友之夜必有两个成功的主持人。不，是主持人背后的两位总招。现在我们欢迎总招小倩、小贤。主持人还要伟大的是我跟小贤两位总招，不过呢，嘿嘿，不要忘记了，今天我们主要的主角还是今天在舞台上每个节目辛苦的大一的小朋友们，还有我们大二的负责人们。现在让我们来欢迎他们再一次出场。首先就是今天晚上第一个节目《午夜》，祝你走精神。